这次虽然我输给了你，但希望下一次我们不再是对手。你不是输给我，而是输给我的团队。尤其是安宇，他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！你说呀，倒是。他已经签约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坐好了。哎，坐好了。老师说你是不是偷偷用了三 D？ 好的，开始。也挺完美。既然大家这么辛苦，要不咱们今天让老少请个客？贺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决定跟卓越合作了。为什么？他们给了我一份我不能拒绝的合同。喂，何总，可是我们我，喂，何总，何总。 你好，把这个开开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那安安姐，这杯我要敬你，你今天太帅了，我敬我们团队，团队厉害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那郎总，我们走了之后，你又跟何叔说什么了？就是告诉他。 跟我们老少合作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。那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疑问，为什么你叫郎总老少，老少却叫你凯哥呀？我叫他凯哥呢，那是因为我尊敬他；我叫他老少，那是因为他真的比我老。他比你大？哎，其实我们是同岁，但是他比我大一个月。真的假的？你什么表情？还有你把嘴巴合起来，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？ 就冲你们的眼神啊！安宇，来了，一人罚一杯。我还是很年轻的嘛。哎，我在呢，你们就都是年轻的。来，老婆，起一个，起一个，起一个！元气满满，祝贺呀，祝贺！祝贺！要不要给我加个座？周总也想参加我们的庆功宴，真是意外。 好像都不是很欢迎我，没关系，少总，你才是给了我一个意外的，能在短短的48小时之内做成这样，厉害呀，少总。这么说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但是不是我强，心太弱了。<笑>少总年轻气盛，不过我很欣赏。 这次虽然我输给了你，但希望下一次我们不再是对手，能有机会合作一把。更正一下，你不是输给我，而是输给我的团队，尤其是安宇，他就是我们的头号功臣。好啊，那我就祝贺大家了。 安宇，祝贺你！谢谢。这已经不是你家了，跟你没关系了。现在我跟米露才是依依的法定监护人。喜不喜欢啊？ 我可以来看看依依吗？我就是想时不时的来看一下她。你什么身份啊？你看看依依，现在玩的多开心，多快乐。你见到她，你打算怎么说啊？依依，你虽然不认识我，但是我是你坐过牢的妈妈。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我今晚也不知道去哪住，但是我就是想照顾你。你是想照顾她吗？你有没有考虑过？
他吃什么、住什么、上什么学校，你有想过吗？还是你想因为他有一个坐过牢的妈妈，然后到处被人指指点点，抬不起头来，是吗？之前这些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你怎么可以在一夜之间变一个人？我今天明白了，是我错了。我还在想这个问题，就是我错了。你现在说这还有意义吗？你如果真的对依依好，那就离他远点。这算是我来卓越之后做成功的第一个项目吧，我很有可能就可以转正了。虽然我知道邵总你肯定还用了一些其他的办法来说服何硕，可是我今天还是非常的开心。我现在这么容易被你看穿吗？看穿应该是完完全全看透了吧。小心啊你。没事。你脸好红啊，你没喝多吗？我怎么可能，我现在只是微醺而已好吗？到了你，你跌倒了。OK， 我才没有，我今天只是喝了一点点，像上次江边那种事情呢，再也不会发生了。你知道就好。宋木林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愿望？好了，你什么都有。应该没有什么愿望吧？那你呢？你有什么愿望？真的好想见你啊！好想的。你刚刚唱什么歌来着？双城故事啊。那你教我怎么唱吧。千山万水沿路风景有多美，也比不上在你身边徘徊。安玉，小时候有人和我说过一句话，看着天空就能爬上来，我觉得你一定能见到依依。谢谢。安宇，你一定要过得特别好，特别幸福，因为那就是我的愿望。看着天空就能爬上来，这句话伴随我走到现在。从国外回来之前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愿成为当年你拉我上来的那双手，今生今世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
执着的依旧是你。喜欢吗？好喜欢，谢谢阿姨。依依，妈妈，妈妈，这是阿姨送给我的礼物，是晴天娃娃。依依，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可以要陌生人的东西，给我。妈妈，这是阿姨送给我的礼物。我不是陌生人，我是他妈妈，我不能来看看他吗？我不能给他买个礼物吗？可是你怎么可以跑到幼儿园来呢？这已经第几次了？你现在已经破我底线了，安宇。妈妈，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了。妈妈，这是阿姨送给我的礼物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就拿着。嗯。依依，走，回家。等一下，给我。邵总，你找我啊？你怎么就这样来了？你不是说项目上的事儿吗？是有项目上的事情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没事，那不重要，跟我来。啊？邵总，你带我来这儿是干嘛？挑衣服啊。你是又在玩吗？看着我这张认真又严肃的脸庞，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作。好，那我再相信你一次。走。